号第三号。今仔日我要讲演的题目是我最爱听的台语歌。俗语讲，有歌通唱命袂忧，有诗通吟心袂愁。这有一定的原理，我就请大家来听。那我最爱听的台语歌，唔呐会当予我心情变轻松，搁有活力、底气，积极的精神。迄就是吕传星先生作曲，王中祥先生作词的。阮呐拍开心内门窗一条歌，阮呐拍开心内门，就会看见五彩的春光。虽然春天无久长，总会暂时予阮心头轻松。春光，春光，今何在？望你永远伫阮心内。阮若拍开心内门，就会看见五彩的春光。因为王中祥先生嘛安尼讲过，甲咱的心门参石窗拍开，对压杂不准会渐拍内底跳出来，开了眼界。若是安尼，一来会当看到平常想要看的物件，二来会当突破自我的限制，提升家己的境界，三来人甲人会当诚心相交陪，社会自然和谐，就袂阁有欺骗甲傲慢咯。阮若拍开心内门，就会看见故乡的苍穹。虽然路途千里远，总会暂时予阮思念想要转。故乡，故乡，今何在？望你永远伫阮心内。阮若拍开心内门，就会看见故乡的苍穹。阮若拍开心内窗，就会看见青春的美梦。虽然